在家防疫也能够吃到饭店美食，花莲蓝天历史饭店推出了主厨手入菜调理包，有高粱咸猪肉、塔香炒螺肉、历史牛肉面等六种品项可以选择，只要加水隔热10到20分钟就可以端上桌，让民众在家里头也可以轻松吃到五星级的美食。在家防疫也能吃到饭店美食，三级警戒餐厅无法内用，民众也减少出门采买，花莲蓝天历史饭店推出主厨手入菜调理包，有法式红酒炖牛肉、柠檬酸辣凤角、高粱咸猪肉、水牛城辣鸡翅、历史牛肉面、塔香炒螺肉等六种品项可以选择，真空后急速冷冻，隔水加热就可以吃，零厨艺也能轻松上手。为了避免与人群的接触而增加感染的风险，那我们做出了这个调理包方便保存，那大家一次来采购也不用减少出门的时间，然后有些忙碌的人呢，下班了之后没时间买菜，那自己也想在家里好好的尝试一下饭店级的美食。我们的料理包这部分呢，其实都是已经加热好的，那其实就是带回家，只要隔水加热，那烹调的方式跟加热方式都写在那个调理包的标签那边。运用在地小农蔬菜、台湾牛、台湾猪等食材，主厨私心推荐咸香酸辣的柠檬酸辣凤角，适合下酒菜的塔香炒螺肉，以及分量十足的咸猪肉。可单点也可选择套餐，套餐优惠价还加赠自助午餐券等丰富好礼。来电自取享有9折优惠，满1000元则免费配送。想在家享受五星级饭店美食的民众，可搜寻脸书粉丝页"花莲蓝天历史饭店"了解更多。记者蒋方彦，花莲市报道。